其实我还有第五个身份，一个失踪很久的一个老公。对，终于那个我老婆终于找到她老公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对，其实刚才看到片花呢，其实只是小小一点点的，对，那个只是让大家看到一点小皮毛。其实真正厉害的呢还在后面，是真的很厉害。因为昨天晚上呢，我在剪接室弄到凌晨3:30，然后看完到第15集，真的大家所付出努力真的没有白费，真的是太很想骂脏话，但是我就不知道哪里，实在是太好看了。然后我今天下午呢睡了一个混觉，然后莫名其妙我每天都在做同一个梦，我梦到姚辉又在拿那个 movie， 然后呢我跟他讲说姚辉这个我要 prepare。 对，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梦，就梦到我自己拿那个 movie， 然后被宝岛哥骂。这就我们自己人知道。对，其实真的很不舍。然后今天说杀青参宴，其实我脑里面一直洗脑，一直跟我自己讲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机仪式。对，我很期待呢可以再跟大家再合作，因为我觉得满满的不舍。我觉得大家都付出很多心血，然后呢在剪接室看每一颗镜头，每一个镜头真的是太屌了，真的是很棒，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了。好吧，先不讲这么多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在这么感性的时候要讲些什么。 OK， 是还是在这么感性时刻你可以露两滴泪也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男人什么泪不轻弹是吧？有泪不轻弹，但是文导你稍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呢邀请我们所有的学生演员好不好，包括我们的杨晴，然后我们上台，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好不好？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刚才你们看到有一段里面那个老 K 唱那个绝对不是我们戏的主题曲或插曲啊，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请那个本尊上来唱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好，那个摄影大哥，我们人数会越来越增加哦，那你们要准备好哈。来右手边。好，来麻烦看我们的右手边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左手边，左手边这边看一下，左手边，蓝色过来这里是不是？好好，麻烦你，麻烦你。然后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的右手边，右手边看一下，右手边。好，我们的左手边，左手边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好，那麻烦有四位要留下来，我们的何导，然后我们的周晨，然后我们先死一下，我帮你们看，我帮你们看，可以帮我看好。来，我们帮看我们的左边。哎，半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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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，半身来一个。请大家鬼脸。谢谢。嘟嘴，嘟嘴那一张。OK， 大家一起嘟嘴，是不是？好好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一二嘟。要反唱。什么什么？从来没有嘟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我们的右手边也看一下，右手边。好，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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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